李亚男呢日出席护肤品牌活动，佢话自己生完女之后皮肤好似差咗啊，不过而家有女万事足，女女靓就应该重要过自己靓啦。我自己就觉得佢系似我嘅，我嘅基因系强大嘅，即系我睇翻我自己细个嘅相就，即系同佢拼埋一齐咧，我觉得好似咯。咁但系佢嘅鼻咧，我觉得有啲似爸爸，系啦，呢样嘢要有啲小心啦。有啲小心啲，但系咧，佢就有冇话开始识得嗌爸爸妈妈或者边个先？佢依家未识嗌嘅。就是依家淨係發嗰啲 BB 嘅音啦 ，baby language 啦，咁我希望佢可以都嗌我啦，所以每日都荼毒佢，媽咪叫媽咪，媽媽咁樣，即係荼毒佢咯。有啲人話爸爸係容易發音嘅，對 BB 嚟講係啦，咁所以冇即係我哋講笑啫，其實嗌爸爸媽媽我哋都會好冧咯。係啊，佢識講嘢啦。早前出席中秋晚会的黄晓明和 Angelababy 分开演出和接受访问，令到分辨的传闻再传得劲了。同场的阿南又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呢？没什么点了解，是啦，因为都少见面，同埋个 function 都好少话在台后面可以接触到对方，所以都是啦，不是特别清楚。